因为它水质它的关节还蛮高的，是属于叫做还原金质，他们是属在珍珍桃珠玉桂啊，珍桃珠玉桂有点关系，所以他们是先到这里，然后要去台湾珍桃珠玉桂，不，他有韩国的这些冰的酱油冰带过去，但珠玉桂另外也有从大陆过来。老师刚才有讲过，他是进台杯啦，他叫进台杯嘛。进台杯啦，台湾有两块，一块在台南大天后宫，一块在澎湖。澎湖那一块已经磨平了，已经磨平了。OK， 那这一块是？这一块就是说，以他这里写叫恩义太后懿旨的懿。哦，恩义太后懿旨的懿。他另外也有恩义，我看到了。他另外也有人说那个字不是念义，恩也可以光荣的叫恩荣。恩荣碑。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 ？OK。因为他那个字也不是很清楚。对，就是刚好打在挖掉一个洞，就是被打的洞很痛。他要把它破开，他破开的时候，他先打一个洞。放木头进去，然后加水，刚刚把它膨胀，那就比较好。啊，结果就刚好打在那边，所以就看不出来。八月八号过来，我对台电，从台北过来台电就，那我就讲好了，加五千，就我把这个消息讲出来。他说来这个地方的大概都跟澎湖有关系，尤其那几天又是柯文哲要宣布台湾民众党，我就说林献堂跟蒋渭水之间的这个一些对于台湾的一些的这个贡献。所以你说林献堂来过这里？来过这里，来过这里。万年之计，现在你清的清风阁哈，本来是没有。你说清风阁是这一栋这一个吗 ？OK， 好。它是附属建筑啊。OK， 它是大正十年以后扩建的。天后宫，天后宫本来是连护房都没有，它只有中间很小的一间小庙。OK， 好。哦，即使清朝，清朝的官员，副将、总兵上任的时候，他要来拜哈，可是他的规模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嗯，清风阁后来因为有钱了嘛，就建清风阁。清风阁就是文人聚会的地方。里面有那个蓝线图，就是高老师他们的祖先墓，专门画兰花跟螃蟹的那个蓝线图。就是这间庙哈，当时就是有到泉州，还有到那个东山哈、漳州去请那个画师啊、工匠啊，都还有到台湾去参观庙，所建的一间红庙。OK， 所以它的艺术价值很高，它那边有雷金画，还有那个版画。还有彩绘都很精彩，就是石雕啊、木雕啊，这里就变成文人聚会的地方。OK，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，也当过那个，清朝的时候有教过师子嘛？对，清朝的教师子一直是叶林林建仁一直是叶林就不是了嘛。那时候有私塾哦，教汉文，日本人是允许的。有你的学生呢？你说在日治时期，这里有办私塾教汉学，日本也当过教习所嘛。那个这个马公幼稚园曾经有在这个地方的啊，马公幼稚园在这个地方，日本时代。OK。啊，那是这个照片。后来，我就找到一张大概在1943还是42年的照片。就以这个做背景，然后这个深釉红碑就很清楚。对，那日本人呢在拍照呢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注重，对，每一个人都要大。对，如果今天有人请假没有来，没关系，给他砍上去。把你的像呢放在最后面，放在最对对，砍进去，那就砍进去。他们有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到那张相片，他就砍了4-5在上面。Okay. 我其实跟那张照片说，我知道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这个所谓的窗户了，才知道有这样。Okay.他国民党来以后，这边就全部租金了。Okay. 后面后来金建户阿兵哥走了以后，金建户也就住在4-5不走，后来用钱在淡化走。Okay. 再来介绍这两个石鼓。石鼓。这两个石鼓那颜色跟普通的弦鼓不太一样，有没有？
它比较怎样？它不是灰色，比较墨绿那种。对，这个叫七刀臼。是福建的七桃臼怎么写？七桃青斗石，青斗石啊，青斗石。OK，、哎、它是双入双刻。OK， 当然就这边的工匠，这边有几个村庄，好像西溪啊，还有一个叫做现在叫蒋美，现在叫港尾，他们这边打石的啦。哎，哦，所以这边师傅下去做哦，那些花草图案。啊，这双入双刻哦，是下面有那个，就是很生动。哦，很生动。啊，这一对石鼓、哦、是从哪里来的？它本来是在现在澎湖医院哈、哦，蜀立澎湖医院。蜀立澎湖医院以前是清朝的，算说司郎庙在里面啊、哦，还有那个提标馆。OK、哦。澎湖蜀立医院、啊。清朝有一万多个水师驻扎在这里。OK。啊，就是这些水师哈、哦，他就是搬兵，就是由各地方调来。对。他不从一个地方，因为他怕造反。对。所以他。那这些人是要去台湾吗？还是只是要留在澎湖？常年驻扎在澎湖。啊、哦，住在澎湖。可是搬兵也有去台湾啊。有啊，有啊。那他们不会经过澎湖吗？台湾的搬兵早期你。早期乾隆之前、哦嗯、你无论移民到台湾、哦、一定要在澎湖小山东先挂单啦、啊。对呀、啊欸，先检查你是不是良民哦，才会放行啊。OK。啊，澎湖是水师的重镇。OK。你想嘛，林爽文还有那个朱一贵，嗯，哦，他们两个就是没有谋略啦。嗯。你把全台湾都占领了，可是你放着澎湖不管。OK、嗯。清朝就征兵到澎湖，对，然后用澎湖的移民做前导。欸、就把澎湖去、啊，所以你如果朱一贵、林爽文派兵来先来占守澎湖的话，清朝没有办法打下来。OK，、欸、OK， 他集结重兵在澎湖。OK， 啊，那时候有很多馆哈，其中提标馆就是回福建水师提督钦侠标营，哦，因为一个水师他有分右营左营嘛，啊，编制大的他有五个营嘛，前后左右中嘛，那他等于说是明朝的水师的总部啊，哦，就福建水师提督，提督等于总司令知道啊，嗯，哦，钦侠标营，他有水师总部有派兵到这里，嗯，啊，另外他还有福州的有福宁的兵，还有烽火的兵，嗯，所以有什么烽火馆啊，嗯，还有海潭的兵叫海潭馆啊，嗯，海潭馆就是。平潭岛现在平潭岛、嗯嗯哦，另外还有，金门馆、嗯、金门兵、嗯哦，还有南澳兵、嗯哦，还有东山兵，嗯、所以有东山馆、南澳馆，哈、嗯，烽火馆，还有提标馆，啊，这个石鼓、哦、本来就是在旧的澎湖医院的提标馆的门口，啊、哦，提标馆的门口，那、啊、后来日本人来了要建医院、哦、就把四郎庙跟提标馆都拆掉，啊、哦，拆掉这两个鼓哦。因为很有可以用嘛，建妈祖庙的时候就把这搬过来用，搬过来用 ，OK， 是这样子，哇 ，OK， 谢谢。倒挂莲花哦，这里的因为来到修建到这个地方的啊，可能经费的不足了，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的手工是比较差一点 ，OK。但是在前面的前殿那里的那个倒挂莲花呢、那真的就是很精致，就很倒挂莲花，你就可以做一些比较 ，OK。再来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这个38年呢、啊，曾经二兵哥在这里。那有些白色恐怖的事件就在这里曾经发生。还、okay. 有一个例子呢，就是在那里的结孝祠我们调查的结果呢，他是有一个姑苏，就是苏州姓杨的，叫杨启文。他在1949年3月31日，他写了《姑苏杨启文被禁此事1月5日，关了45天。嗯，啊，听我办。他就用这个，用应该是用指甲、把它这个雕刻出来这样的东西。啊、我等一下去看一下。好好。公密室是蔡进士，澎湖唯一进士哈。他中了进士以后，他献了一个匾在右边，哎，那里面有。OK， 然后下面就是。对对对，是那他介绍。左边呢 ？OK， 好。好。看你啊，小心点。
这四幅雷金画哈、哦。嗯。这四幅雷金画，其实它是画在里面。啊、哦，画在里面。啊，画在里面，这是拓印出来的。啊啊。画天上那个天上圣母上面的哈、哦，那个图也都是。就是这一个。啊、就在这里、因为看不到出来就、看不到，所以就拓印来这边。那总共有七幅雷金画。这个。啊，七幅雷金画，上面的三幅呢，都是跟女生有关系的，跟女婿有关系。跟女婿有关系。啊，底下这里的四幅呢，我们在这里弄出来，都是古代文人嘛，啊，古代文人。这个王羲之的吧，啊，孟浩然，啊，对，啊对。王羲之人单秋气啊，孟浩然大写行梅。那在这里呢，赤壁怀古。这种木头，待会还要讲一下，啊。这个木头经过百百年了、啊，几乎没有腐烂掉。这个木头叫做铁绿木，或是叫铁刀木。铁绿木。我们同仁讲叫养茶。养茶。啊，养茶。养茶基本上比重很重，我放到水里面，但是很奇怪，它沉不到海底，但是呢，也浮不起来，它就在一半。半那么。那养茶呢？这个就是有一些故事啦。在1917年的时候啦、啊，澎湖大概有100多位拿了护照，日本的护照就叫旅行券，啊，到哪里去呢？到现在的婆罗洲，北婆罗洲，一个叫做啊斗湖的啊九原矿业，去那里做什么呢？去挖矿啊，去啊这个砍伐木材。嗯那、这个庙要建的时候呢，刚刚讲过了，这是属于和平公庙，几乎每一个地方都会捐献。嗯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些人就是到那个斗湖那里呢去做啊砍伐工人，他认为呢应该对家乡要有贡献，就跟他老板讲说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木材啊，作为庙啊，这个建筑物使用。老板还不错了，就给他十几颗这样的木材，用船运到七楼，然后七楼再运回来棚。那这个呢，100多年了、基本上这个木材呢烂的几率。那中国医院洗血机啊，这个我们的乡亲，他现在就在做这个100多个啊，这个，得到护照的这些人，他们的后代啊，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啊、上次你说那些日本人拿到护照的吗？台湾人啊，日本给澎湖人拿到护照。上次在四五月份的时候，他来过。啊，我跟蔡老师就有带他去，他要找到还蛮多的资料。OK， 好。这一根也是啦，这一根， okay. 那上面这一根都是。十几根这样。你说叫做什么树？铁刀木。叫铁力木或是铁刀木。铁刀木，铁刀是刀子的刀，刀子的刀。铁刀木。铁刀木是做那个铁路整木的。不是。他，我们谣传那个谣传的。哦，谣传的那个木。Okay. 我们介绍那个这个画师叫朱锡干啊，朱锡干叫水，他有时候用水淋湿。朱锡干是那个东山岛的人啊。当时我们建这个庙的时候，就聘请东山的师傅来。那时候有一个黄文华嘛哈。黄华是做木匠师傅。后来他们就在澎湖定居下来。啊，另外这朱锡干，朱锡干，啊，朱锡干，我们在那个大厅这边哈、有那个《富贵长春图》哈、上面的雷金画，在倚天铜工下面那个，那三幅中间那个《富贵长春图》哈、那个也是朱锡干的作品。OK， 那个有复制下来吗？没有，这四个本来是镶在墙壁的啊。他改建的时候，就说墙壁不能破坏啊。然后这四个就废弃掉，就丢在那个储藏室啊。后来我一个学生在这边当总干事哈。你说这四幅画，本来是在墙壁的，本来镶在墙壁，后来整建的时候就说不准啊。后来他就丢掉啊。我觉得可惜，我就跟他建议，我说哈，我们用立体的哈。OK。啊，然后再把它重新呈现啊。对，他听了我的建议啊，然后很快动作很快就呈现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大家才看得到。要丢掉很快啊。对，这样子对不对？要丢掉。朱树地洗干，这是他的名字。啊，这么大。
就是朱锡干啊。对，他说这边的朱，他又叫朱姓朱名树。朱锡干。对啊，树、啊那个、对啊，有时候是单名呢、啊。他单名是树、嗯。他们画师哈、哦，有时候他知道这个宫庙不曾保存很久，他们都不愿意用真名，你知道吗？通常的庙哈、哦、就会这样，像这样拆掉。哦，是啊。嘿，时常会这样子。哦、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叫朱清哈、哦。朱清他是油漆工，啊，哦、他们都定居在澎湖啊。朱清，但朱锡干是回去了，回去东山。东山。那朱清有个孙女、哦哎、就是朱玉凤，就是以前住美国住，我们住美国坎斯，后来做了礼宾师傅师长、啊哎。他们就是当时他祖先就是来建这个庙的。哦。哎、澎湖有很多东山帮。东山、哦、除了来这边建庙，就是来这，因为东山跟澎湖的纬度是一样。OK， 它、啊、有东山兵嘛，哦，哦我知道，东山岛就是那个这样过去。所以他们很多人来做生意。听说早期有东山人，东山岛 对, 对吧？跟东山压轴没关系。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啊，那边这八幅的那个木雕哦，是前座的师傅叫黄良啊。哪八幅？门板门上啊，门这个叫这个吗？黄良师傅。刚老师阿力给介绍学校处。啊，澎湖，他那个就说澎湖四周都是海嘛，有些先生出来打鱼的，所以说有很多妇女的，就被寡妇嘛，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，就弄了这个节孝祠，那节孝祠呢，就是把澎湖历代志书有写的节妇烈妇啊，这个真名烈女啊，把它都弄出来。OK， 弄出来，基本上呢，如果在台湾各地啊，他们是会有所谓的啊节孝帮、辟孝帮出来啊，但是澎湖啊比较穷嘛，所以基本上节孝帮很少。那我们就要一个节孝祠啊来代表，同时也是对于妈祖啊这个影响。那在1949年呢，大陆撤退之后呢，这个深坑底下就有关了一些他们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，其中杨启文就是被关在这底下，关在这底下，在这里呢，地势是这样，本来是平的，后来都把它垫高了。他正在告诉你，没有高度比较重要。因为他为了要配合圣母，这边，所以说他这个圣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这个点啊，叫做天主教，在这里妈祖最上面，他是1881年光绪皇帝赐给台湾。二十间庙里面呢，澎湖就有一块，但是这一块呢，因为上面的印章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有一些故事的。1881年，那这个庙是1923年完成的，所以说泉州买的钱都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刚刚我们也有看到了。神有龙的碑1604那这个呢是1929年，所以说他告诉我300多年前，这个就已经完成了。还有我们可以看到，他是没有门神，因为呢，有门神的没有门神的庙呢，基本上呢有三种庙是不必可以不用门神，一个就是文庙、孔子庙。一个是武庙、关帝庙，一个就是圣母庙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它乱套了，我现在认为应该能深入下去更好。OK。这个，老师叫四个不一样的。啊？福禄寿吗？对啊，他是8仙。八仙。后面还有人。对。还有，你看，这只老虎。很特别，看他的这个牙齿，还没冷气了啊。但是我们都说他给他一个名称了，叫做"弄慈父下山"。
那这边呢，云呢，这个龙呢，中国穿云龙出海，穿云龙出海。画这样，他不是画全身的。穿云龙出海，那刚刚这个老虎叫什么？露齿虎。露齿虎，露齿什么？露出牙齿的老虎。露齿虎。下山。露齿虎下山。对，